我打火机呢，等战雨的案子结了再给你。这个破地方，老子酸呆够了，以后再也不来了。哼，那可真说不好，不定什么时候发现新的证据，咱俩又得在审讯室见面了。配合警方破案是每个公民的义务，如果你有什么需要帮忙的，尽管叫我。不过。 这应该是赵警官第一回抓错人吧？我也能够理解，人在高压之下很容易犯错。我很荣幸成为您的第一回。看来你后面的压力就要大了，全国人民都等着你抓到真凶呢。这是我分内的事儿，也就不劳你操心了。但有件事我得提醒你啊，案子结之前，你是不能擅自离境的。我明白。 回头我跟小欧的蜜月旅行就定在新疆的喀纳斯，我听说那儿的景色不比欧洲差呀。受益办完了，赶紧走吧。嗯，好，那咱们俩再也别见。 你在法庭上说那些话，让我都起鸡皮疙瘩了。这么久没见，是不是得干摘点活呀？你别说，没你这贫嘴，我还真挺不习惯的。怎么回事？怎么，许你们在法庭上公然表白，不许我们秀恩爱？可以啊，老冯，看不出来。哎呀，别拿我开涮。 怎么了？那天我就在法庭上看你一瘸一拐的，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没事儿。什么没事儿啊？他为了你做实验拍录像，摔了特别惨的一跤，爬起来就跑，这都是为你啊，严姐。冯大哥夸张了，就一点小伤。这怎么能是小伤呢？ 严谨，你看我们家小欧都被你伤成什么样了，今天当着大家伙的面儿，你得表个态吧。李汉说的对，今天是个好日子，你要是再不表态，我们大家都不会放过你。哎呀，那行吧，我表个态。难得今儿人比较齐啊，我请大伙到三分之一吃一顿好的，都得去，不可以请假，谁不去我会难过。 躲什么呢？我哪儿躲了？我是真的要上厕所。刚才餐厅员工欢迎严谨的时候，大家都在那儿喊喝喜酒，喝喜酒，把你喊的脸都红了。怎么样，心里是不是特高兴？你有完没完？没完。看看你这脸色，好不容易见到严谨，你也不知道打扮打扮。最近为了这个案子，整天提心吊胆，连大气儿都不敢喘。 没有时间捯饬自己，我口红气色能好一点？我有预感，今天晚上严谨没准会有什么动作。你别瞎说，他刚出来，今天晚上都是他朋友，你别瞎起哄。不信咱们就走着瞧。二楼啊，罗马斯房间。
白朽，坐。哎，这是老冯的位子，你坐这边。快点啊！哟，小欧上来了。坐，哥。人齐了，坐坐坐。行，那我先说两句。这一年啊，发生了太多的事儿，也不知道从何说起。总之，这大半年，我让大家操心了。这第一杯啊，我敬你们所有人。来，来了，来，干杯！少喝点。我这没事。大哥，这身体还行？不看见了吗？好着呢。你这个当兄弟的，他出那么大事儿，你都没看看他？有什么事儿啊？连你当时忙着呢，来不了。好在案子破了，你也醒过来了，嫂子又把你照顾得这么好。嫂子辛苦了啊！这一杯酒我敬你们两口子，来来。我的亲妹妹，大度，甭跟我矫情。好，那我过了啊。为了核实这段视频，法院找了武警特种部队最优秀的战士去做实验，时间和路线都没问题，严深的论点是站得住脚的。如果说严谨不是凶手，那凶手是谁？是他说是这个刘伟吗？目前刘伟的嫌疑最大，严谨说过，这家伙是个亡命之徒，况且禁毒支队到现在都还没有他的下落。但是现在没有证据指向刘伟，这点也挺奇怪的。据严谨所说，凶手的目的不是战友，就是严谨他自己。且案发前后的时间来看，刘伟就是严谨最大的死敌，而且只有刘伟有足够的杀人动机，且有能力杀死严谨。要说这官司能打赢，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主要是小欧，是他不放弃，鼓励我坚持到最后，所以你好好谢谢人家。没错，严慎说的对，这事儿你真的应该好好谢谢小欧。如果没有小欧这大刀阔斧锐意改革，说实话，这三分之一真的很难撑下来。哎，没，我这是随便支了个招。哎，一个一个来，着什么急呀？我这杯酒啊，我得敬老冯啊。你对三分之一做的贡献，我都记在心里。这真是我应该的。来。大哥俩干一个。好，那个今儿人都挺齐的，我有件喜事儿想向大家宣布，我怀孕了。哇，这好事儿啊。真怀了？之前问你还一直不说。我这不是先给你们个惊喜吗？老冯，平时看你老实巴交一个人啊，你在生孩子这个事儿上，你是有天赋的，一发就中。这什么呀？有人不接了吧？不接不接。哎，冯大哥太好了，乐乐要有弟弟妹妹了。嗯。真的。真的。来，快快快，坐坐坐坐坐。行。那现在我的惊喜说完了，下面该严老板了。现在刘伟确实是可以作为这个案件的首要嫌疑人了，但是我们不能再犯之前那种想当然的错误了。这次让严慎在法庭上当庭翻供，狠狠地打了脸，我们确实输得心服口服。范成，你再去调查一下严谨的周围，看一下他的社会关系里还有没有其他的仇人。另外，案发现场要重新勘查，证据要重新搜集，看看有没有什么跟刘伟有关的蛛丝马迹。至于刘伟那边，我会去跟城府支队长联系的，看看需不需要我们增援。哎，头儿，那个叫小美人的女毒枭，我记得严谨说过她是刘伟的心上人吧？没错。你说我们要不要找她聊聊？也许会有什么新的突破口。长夜漫漫，重点啊，不得放在最后吗？季晓，咱们之间发生了太多戏剧性的故事，甚至差一点成了悲剧。但是有故事的两个人，老了以后才有下酒的，不是，对吧？对。那天在法庭上，你说的每一句话，
每一个字，甚至每一个表情，我都会铭记一辈子。说重点。小欧，今夜的你格外美丽，就好像这玫瑰花一样，艳丽出众。茫茫人海当中，能让我遇到你，是我这一辈子莫大的荣幸。来，吃个虾吧。哎，你们也别干瞪眼儿啊，来吃啊，这虾好，来来来，吃着吃，来来来，一人一个。来，老婆，自己来，自己来。吃啊，干嘛呢？你又干什么？哎呀，光顾着说话了啊！敬小欧的酒，咱还没喝呢。来，我敬你一杯。不行啊，咱走两个。来，来第二杯。哎，我就喜欢纪晓鸥这股飒劲儿啊，豪爽！你左一句喜欢，右一句喜欢的，那你倒是说清楚。喜欢就是喜欢啊，异性间没有喜欢啊，我就喜欢跟纪晓鸥当兄弟，做哥们儿。严姐，好。你的，既然严总那么欣赏我这个兄弟，那我也得回敬你一个不是？谢谢你刚才对我说的话。既幽默又感人，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。这杯敬你，干！一个不行，走两个，咱们俩也算有过命的交情。这白酒不能这么喝。啊，行了行了行了，咱们说点正事儿啊。严姐，今晚不许再喝了啊，下午医生给我来电话了。明天一早，我要送你去康复中心完成一周的康复治疗。啊，这刚出来又要管老子？我在里头已经把毒戒了，我不去。你现在是身体上的戒断，必须要康复治疗。一来呢是避免复吸，二来要从心理上彻底戒断。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，我都已经戒了，你就不用操心了。是你说的对，还是医生说的对？是老程说的对。你好好关他一周，这可是大事儿，严姐，你一定要去。一周可能不够吧，我觉得严谨现在这个疯癫样，怎么着也得一个月。哎呀，我是刚出来，又让我进去，你们舍得吗？舍得，舍得。在家戒不是不行，但是得有人监督啊。要不这样呗，严慎，你就负责监督你哥呗，封闭式戒毒。不了，谢谢。我要在家睡个三天三夜，没什么事都别来找我啊。我看要不让小欧监督吧。我看行。严老板，我们小欧呢可是出生在医生世家，像什么测个血压啊，量个心率啊，这都没有问题。也实在是没有别的人选了，就只能是麻烦小欧出马了呀。我才伺候不了严大少爷呢，我还有似水流年要打理。哎呦，似水流年交给我呀，我在休假呢，看个几天没问题。好主意啊，小欧最合适了呀。对啊。好吧，我来监督你呀，似水流年就交给你了。没问题，包在我身上。小欧，严谨就拜托给你了，这七天一定要寸步不离，保证完成任务。这下你别放心了。哎呦，哎哎，对了，来，妹妹，瞅你喝的，你今晚干嘛那么对人计较啊？我都替你臊得慌。这个效果那就对了，我必须得让他难受、失落，对我痛恨无比。为什么
为的就是回头我给他一个大惊喜，这叫欲扬先抑，你懂不懂？你可真是用心良苦啊！方尼亚他们确实是好心，可我这刚出来，花也没有，连个像样的礼物我也没准备，那怎么跟人求爱啊？那是我严谨办的事儿，还求什么爱呀？你直接求婚！求婚，我不得准备钻戒啊？啊，我人生中唯一一个求婚钻戒，那必须得完美。你就不怕人纪晓欧真急了，回头你连求婚的机会都没了？可能吗？那纪晓欧对我什么情感？你又不是不清楚啊！之前那个大风大浪都熬过来了，哦，我就这么一个小小的恶作剧，他就接受不了了？怎么可能？你们太小瞧这个丫头了，她呀，那就是一瓶烈酒。那你这一兴趣岂不是要遭殃了？怎么可能啊！我这刚出来，那纪晓欧心疼我还来不及呢，还对我下狠手，瞧着。金管教，距离目的地我的私人戒毒中心还有2公里。天姐，我可警告你，我是来帮你戒毒的，你最好少给我耍心。遵命。走吧。这栋怎么样？环境不错吧？当年我可是跋山涉水找了很多地方，都觉得不满意。最后就是站在这儿，看到远处这片风景，哎，我心一下就化了。你看这明湖多漂亮！赶紧开门。行吗？其实我很少有时间过来住，但会有人每两个礼拜过来打扫一次。我先声明一下，这个地方没有其他女孩来过，就严慎来过一回。房子这么大，这不是给我添麻烦吗？你躲起来我都找不到你。我不躲啊，我天天围着你，我还来不及呢。干嘛呢？手拿开。那什么，参观一下吧。怎么样，装修风格还满意吗？哇，哎呦，你床垫真舒服。哎，你躺下试试。你想多了，我住你旁边那间。那你怎么监视我？白天我可以监视你，晚上不方便。但是有了这个，我可以随时看到你的画面。纪晓欧，你太丧心病狂了吧？还有没有人身自由啊？不过，就是喜欢被你控制。哎，这干嘛呀？这都录下来了，我有证据，能告你耍流氓。好啊。你告啊！你请严慎来给你当律师，我给你掏律师费。那你得对我负责。我负你个头啊！我让你躺好，调整一下摄像头的角度。哎，你别走啊！楼上还没看呢。小欧，给我拿个雪糕。哎，扔它干嘛？这个你不能吃。这该买的东西我已经在网上下过单了。这七天你必须从生理和心理上彻底戒断，你吃什么做什么都得我说了算。小欧，这是干嘛呀？我让你干嘛就干嘛。
站过去。趴墙上，站好了。喂，这戒毒手机还怎么收啊？全封闭戒毒，听不懂全封闭的意思。站好身。衣服用不用脱？再对于管教出言不逊，就罚你做100个俯卧撑。才100个？那就500个。气管教，我想休息。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刚刚谁说才100个？这会儿就虚弱了。折腾一天了，我真饿了。乖，你把这100个做完，我就给你开饭。吃什么呀？忘告诉你了，你这7天只能吃素，就是为了给你清理肠道，彻底把你这1年积攒的毒素和垃圾都排干净。喂，严谨家什么样啊？你多给我发点照片。这严谨家是不是跟比弗利山庄似的？不就是土豪住的大房子吗？有什么好的呀？你不稀罕，我跟老冯去住啊。你都有老冯和孩子了，还惦记什么大别墅？严谨呢？你们俩没在一块儿啊？他洗澡呢。哟，听你这口气，你们俩是发生什么了？哎，这你的脑子里面除了男女之情就没点别的了？我说认真的呢，报复归报复，然后得给人家留点机会。给他机会？你忘了他怎么虐我，怎么当众耍我的？我这个叫礼尚往来，让他看得到摸不到，天天惦记得不到，最毒妇人心。不过我可告诉你啊，你可一定要注意尺度，这女人太强势，男人是会害怕的。我就是这样的人，接受不了就请绕道走。先不跟你说了啊，我回头给你微信。我看看，真棒。怎么还没洗啊？水都快凉了。我就是看看你是死是活，别一个不小心被我给电晕过去了。哎呦，你这么一说，我就有点晕，胸口发闷，浑身无力，呼吸还有点困难。我倒要看看你能憋多久。季管教，你想摸就摸呗。我不是想摸你，我只是第一次看到你身上这些疤，有点好奇而已。他们啊，都是我的勋章。你要想听的话，我就一个一个的给你讲。但有个前提，你得陪我洗澡。那你就别洗。10分钟后楼下吃饭，迟到1分钟就收餐。我真的有弟弟妹妹了。真的呀？太好了，我们班好多同学都有弟弟妹妹了，我可算有个伴儿了。高兴吧。
来来来，一人一杯牛奶，趁热喝吧。爸爸，发现有了宝宝，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一起去上海住了？啊！我之前答应乐乐带他去迪士尼乐园去玩，现在方阿姨怀孕了，她不能去了啊。没事啊，我也想去迪士尼，要不你请个假吧？你现在怀孕了，这头几个月非常关键，这不能长途跋涉，等生了咱们一块儿去啊！赶紧喝了呀！啊，自己一会儿把睡衣换了啊。我听刚才乐乐说那话，是因为我怀孕了才一起去上海的。你理解错了，不是那意思。我的意思是吧，这去了上海，上海的工作机会多嘛，没准我还能找一个好的工作。最主要的是，这上海医疗条件好，我就是想给乐乐看看病。那你之前怎么没跟我说呀？就是一想。所以也没提这事儿。老冯，嗯，是不是我把怀孕的事说得太高调了？不是那意思，怀孕是好事啊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这也挺好的事啊。我只是担心乐乐知道这件事的态度，今天一看这高兴啊，哎，我就杞人忧天。想要男孩还是女孩？男孩女孩我都喜欢。那我们什么时候结婚呀？你要是这样的，我呢一直想多攒点钱再和你结婚，我就是怕你受委屈。起床，饭也吃不饱，总得让我睡个饱觉吧。你安心睡个饱觉吧，我会叫你起床的。晚安。严谨，严谨，开门。严谨起床了。怎么又睡了？这才几点？你不是答应我让我睡个懒觉吗？你已经睡了7个小时，足够了。赶紧起，洗漱换衣服，下楼晨跑。老规矩，迟到1分钟多罚1公里。4公里就跑不动了，不觉得给吴京丢人呀？
No one can hurt you. What if I become an incredible man? I give all myself to you, babe. 怎么了呀？跑不动了，跑不动了，浑身酸疼，头两天不带这么练的。给你五分钟休息时间。行，我渴了，我去买两瓶水。喂，你和严谨在一起是不是？不，没有啊。你撒谎！我刚从店里出来，小芳都跟我说了，计较，你还没傻够是吧？你好不容易从火坑里走出来，你怎么又往里跳呢？什么火坑呀？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就算他没杀人，他是缉毒英雄，你俩也不能在一起。他现在有毒瘾在身，你知不知道？妈，严谨吸毒是为了破案，是无可奈何。他之前在看守所已经很努力的在戒毒了，他已经快成功了。我做医生的，我知道这毒品的危害，就算他能戒掉，日后也有可能复吸。像他这样的例子我见多了，后患无穷。你可不能把自己的未来赌在这种人身上。妈，严谨和那些吸毒人员的情况不一样，他最痛恨毒品，就算他死他也不会复吸。我相信他。相信能管用吗？我还相信你爸能成为亿万富翁呢。我还相信你在30岁之前能结婚生子呢。有用吗？小欧，你听妈劝，一辈子长着呢。什么事儿都有可能发生，世上除了严谨之外有的是好男人。你还是慢慢跟他断绝来往吧。妈，以前你误会严谨发两句牢骚就算了，现在你明明知道我们俩的感情已经是不可能分开了，你说这些除了影响我们母女感情还有什么用？我和严谨现在只是普通朋友，我是以普通朋友的身份帮他康复治疗，他体检合格我就一定回家，我保证这期间我一定不会干任何出格的事儿。没什么事儿我就挂了。给你。怎么了？没事吗？我没事啊，你休息好了。啊，我现在精神满满。那接着跑吧。是，尽管叫。该交代的我都交代清楚了，还有什么可问的？这是刑侦支队赵定辉副支队长，还有几个问题要问你。跨年夜的当晚，你是跟刘伟在一块吗？对，我跟刘伟，还有严谨、吴峰一起喝酒吃饭，结束之后就各自散了。还记得几点结束的吗？9点多吧。结束以后，刘伟又去哪儿了？知道吗？私生活上面的事情，我从来不过问。那我再问你一遍，知道刘伟现在藏身的地方吗？知道和不知道有什么区别吗？杨玫瑰。难道你就不想替段瑞生报仇吗？刘伟和段哥，我跟刘伟，我和严谨，我们已经各自偿还了因果报应，没有什么仇可报了。
根据我们掌握的最新的情况，段瑞生的死跟刘伟有直接的关系。刘伟没有你想象中的那么重伤。杨玫瑰，我劝你和我们积极配合，抓住刘伟，当年的事情就能真相大白。我知道刘伟在私底下是有一些生意，好像是在西南边境外的一个小镇上，但具体位置我不清楚。他在那边有很多黑道的朋友，其中有一个好像叫塞萨纳吧，其他的我都不清楚。段哥的死真的跟刘伟有关系吗？只要你真心，那爱与我会。